这么说来，大王应当也见过墨子祖师了。哪忘得了他呀？说到底，也就是个会机关术的糟老头而已，说个话都结巴。这评价听来可真是不好。当年他和国君谈判时，还得带上本大王。要不是仰赖本大王的口才，世上不知得添上多少战火。不过，他也确实有值得称赞之处。现在想想，当时应该再多和他比试比试，他的机关肯定能和本大王战上百回吧。待会儿就来只肥羊了。哈！没事。好。还真想。姐姐，西域究竟是怎样的地方？西域漫天沙海，一望无际，
让人觉得自身渺小。人们在寥寥无几的绿洲旁建起城市，沙漠能够栽植极为美味的瓜果，有壮丽的美景，却也时时刻刻潜藏危机，夺人性命。那西域和商山哪里比较美丽呢？是没办法比较的，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各有美丽之处。我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乙地山，要是哪天能到西域去该有多好。仙儿要想周游列国的话，只要等到恢复了，自然没有问题。好呀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阿兄，你瞧这裂痕，这痕迹和乙地山上的好生相似，不过商山的裂痕比这小了许多。乙地山、商山、高阳遗迹一路到这儿，裂痕是越来越深了。只有轩辕剑气能造成这种裂痕，果真是大小姐来此降妖了。往前看看吧。哎，你们在我田里干什么呢？倒也不像来偷菜啊。啊，老张，失礼了，没踩着你的作物吧？我们只是路过，看见这裂痕，觉得好奇才走来。啊，那个呀，那是天雷劈的。天雷？啊，这大概半个月前呢，夜里突然刮风下雨，一道闪电打下，震得我从床上滚下来。我担心田里出事儿，赶紧从家里跑出来。结果，哎呦，田中有位仙子拿着发光的大剑，正追着一头妖魔打呢。我呀，才想看得清楚点呢。你猜怎么着？又一道闪电亮瞎我这狗眼呢。再回神，两个都不见了。人怎么会突然消失？老张，你真没看见他往哪儿去？没有，什么也没看见。我说呀，这肯定是仙女下凡来捉妖吧。啊，你挺识相的，我家大小姐确实是天上仙儿。哎，不晓得去哪儿了吗？阿兄，我们不妨跟着裂痕走吧。啊，那个方向是夜翼，要是小哥真的找到仙女，看他能不能把这裂痕补起来，行不？好啊，我尽力。去了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？
裂痕竟一路从昆阳绵延至此，这些都是轩辕剑造成的。那还用说，大小姐要用起轩辕剑，天底下就无妖魔能敌了。上古神器竟有如此威力，对你这种普通小鬼来说，确实只是比普通的剑强些而已，不是人人都能发挥它全部的威力。但既然有轩辕剑在手，夫人又怎会无法杀死妖魔呢？你哪只眼睛看到大小姐杀不死妖魔啦？肯定是妖魔太多，大小姐要多花点时间一一追杀。小姐肯定是往这方向来了，瞧，这地上又多一道轩辕剑痕呢。在下叶一载，叶正，初次见面，不知三位来此所谓何事？我们正在找人，多有冒昧，还请见谅。不打紧，只是许久未有外人来访，姑且一问。不过诸位说是在找人？是，我们在找一位穿着绿衣、身背大剑的女子。找她做什么？有何不妥吗？啊，就在此地约莫一旬之前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半夜，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，有人大着胆子隔着门板偷看了一眼，只见一名绿衣女子手持大剑匆匆离去。隔天早上一看，杜先生的船坞竟被毁了，人也不见踪影。平时杜先生在这船坞中为大家修理船只器具，如今人却不见了，唉，着实令人担心呢。那女子往哪个方向离去了？她往寒清湖的方向逃去，就在东边不远处，深入密林即可看见了。多谢。早就怀疑了，一定是有人假冒大小姐。这冒充大小姐的家伙可真容易惹事，抓到他后可得好好教训教训。大王，说不准冒牌货还有很多个。那就一个一个全抓出来。这得花多少时间？大王别说笑了。这是黑火的痕迹。
道有声音，有人跑。这痕迹一路向北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有状况，那有声音。我在西域梦见过中原、长安、商山，都见过好几次。在地平线的一端，隐隐约约闪动着，忽远忽近。啊，从西域怎么望得见呢？所以那并不是真的。我后来才知道，
是沙漠里有着会迷惑人心的妖魔，名为蜃。它潜藏在黄沙中，有时躲在绿洲的暗处。西域人说它是蛟龙一类，能够操纵云气，入水则会幻化为蚌壳潜于湖底，但从没有人见过蜃的真身。蜃吐出的气会形成连绵的楼台城阙，让来往行人想起美好的回忆。没办法从幻觉里逃出的人，便会从此在沙漠里失去踪影。我也曾经为了一探虚实，朝着楼台的方向前进。啊，那结果呢？红姐姐见到什么了？什么也没有啊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伤痕累累，被送到附近的绿洲了。我是因此决定回来中原的。是李军，待会儿都放轻脚步，我们绕过去。琉璃造的元灵武器，可真不错呀！今次一定要用这玩意儿立个大功劳。小师妹，别来无恙。师妹不但与通缉要犯厮混，还在象壳关坏了我李军好事，这是铁了心要与我们作对了呀！叛徒，闭嘴！绝不会让你干扰师兄大业，隐世避祸不过懦夫，若不为天下魔女放走，你算什么魔种？造成天下大乱，是李军，是绿林乱党。师妹，可得想清楚呀。难道真机关是恶棍？就是所谓正途。小辈说的也有理。休养。
那有声音。声音。
这痕迹一路向北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有状况。
我在西域望见过中原。长。是李军，待会儿都放轻脚步，我们绕过去。琉璃造的元灵武器，可真不错呀！今次一定要用这玩意儿立个大功劳。小师妹，别来无恙。师妹不但与通缉要犯厮混，还在向客官坏了我李军好事，这是铁了心要与我们作对了呀！叛徒，闭嘴！绝不会让你干扰师兄大业。你是你破不过诺，我不会天下魔君放过你。什么魔君？天下大乱呢，是李军入林乱。师妹，可得想清楚。这小子抓的也不算错。难道将机关术恶用？就是所谓正途。小妹说的也有理。受伤了，还好吗？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我真的没事，小意思。我早就习惯了。有意思。如何？复魂牢吸引妖魔，捕妖家捉住他们，接着用这机关取出元灵。
最后借妖魔的元灵强化武器。走了，小鬼们，别在这儿磨蹭了。